力啊！喺我哋身邊有 Judas，Hello， 大家好，你哋好，你好啊！我想問一下，即係你出咗自己隻歌啦，個心情係點咧？緊唔緊張咧？緊張㗎，因為咧係始終都係自己作曲嘅歌嚟嘅，咁所以咧就好想好好咁樣去表演俾大家聽咯。係，咁不如講下呢隻歌講咩啊？係咯，不一樣的我。係啦，呢隻歌咧就係講一啲少數嘅人士嘅，咁點樣為之少數嘅人士咧？就可能或者係佢哋嘅職業啦，或者佢興趣啦，唔係咁大多數嘅。咁咧呢啲少數嘅人士咧，通常大家都會覺得，你做嘅嘢好似咁奇怪嘅，未必好似係好正規喎。咁通常都會唔俾人支持嘅。咁但係咧，我哋都需要去自己去堅持自己嘅信念咯，係啦，唔需要怕俾人詆毀或者乜嘢，我哋係可以維持翻呢個權力。冇理㗎。做自己中意做嘅嘢，系忠于自己。咁我讲下你只 MV 啦。咁我知道你 MV 咧系好特别，揾咗一个三项铁人嘅运动员，佢系唔系咁一个普通嘅三项嘅铁人嘅运动员嚟嘅？系啊，咁其实咧佢就叫 Benny 啦。咁佢系一位视障人士嚟嘅，系啦。咁咧咁佢都系一位少数人士啦。咁好有幸可以邀请到佢帮我手去拍呢个 MV 啦。咁咧系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下 MV 啦。一定会啊。不过我其实想问一下，因为你以前就 busking 啦，咁你覺得即系而家終於成為咗一首歌手啦，咁就喺台上面表演俾大家聽，你覺得個感覺有咩唔同咧？覺得同平時喺街咧唔同嘅就係街好隨意咯，即系我隨時可以揾個位，中意去邊度唱都得，係啦，咁咧就中意唱咩歌都得。咁但系咧而家咧就會係唱翻自己歌多，因為以前唱翻唱歌多，咁就唔同咯，感覺係。係，咁但系你有冇話中意邊一樣多啲啊？我會喜歡有自己的歌多一點，都是始終有自己的 BB 的感覺是不同的，是因為自己，是因為我喜歡做創作嘛，因為我作曲都會很想曲可以唱到給大家聽。接下來你這是第一首歌，接下來有沒有什麼計劃，可能會不會今年可能會出一隻專輯或者什麼呢？接下來都今年會想出專輯的，但是不是太多歌啦，當然因為我現在才第一首歌啦，就未儲到那麼多歌，可能一個禮拜出一首的了，這麼厲害咁一嚟嘅時候就叭叭聲咁嚟，係啦，咁咧係啦，就要自己多啲靈感啦，作多啲歌啦，想以創作為主咯。但我又想問一下，因為咧好多網民咧都讚你把聲咧好感人啊，覺得你自己覺得點樣呢？我自己覺得咧就盡力唱啦，即係由心而發咁去唱啦。最緊要咧，我要記住我點解我會中意唱歌咧。其實我中意唱歌係因為我想令到人哋覺得好聽。開心，聽完個心情咧係舒服治愈嘅咯。你做到啦，咁就呢個出發點好好啊！我覺得即係希望人哋係會用心咁樣去聽我隻歌，聽我嘅創作咁樣。係，但係我都想問多一個問題，即係作為我自己都係歌手啦，我想知道你嘅保養呢個聲把聲保養聲音係啊，構思喺度。唔係咁分享下啦。咁其實咧，我每日都會飲羅漢果水嘅，係啦。咁咧，但係羅漢果水咧就女性係啦，女性咧就唔好飲太過多。咁我每日飲咧，可能飲一杯仔咁上下。咁即係我就可以，你可以飲一大樽咁樣。啲日大三至兩列，就會好舒服，潤喉啲咯，冇咁乾咯把聲。我都有聽過人用羅漢果水開聲，係真係得。講咗咁耐，係時候聽下你唱你嘅新歌《不一樣的我們》。Thank you。在這逆流世代。枉你存在，无法操控未来，但至少忠于所爱，请相信我，还是有种光彩，不属于那任何派系。如果信念被人诋毁，做回意志的个体，是自由而美丽。别管有没有和旁观者接轨，是你愿意维持一种怒气，围墙即使再高，无从令你卑微。唯有独自风筝。谁叫左耳又叫好，别再逃避，成全不一样的你，也
人井中看天，我云上看星怎么比，自己有没有发现更好，旁人怎么可知道，为免俗套只懂去做小说。人生也别任人主宰，昼夜看自己的领海，乱逐潮流又害，目光也别再随时规则变改，是你对你维持一种傲气，为着即使再高无从命你悲搶答的，咁就要答嗰只係咩歌啦，最好就講埋邊個唱嘅，最緊要係千祈唔可以唱出嚟，唱出嚟，係啊，如果唔係咧會日打噶，係啊，我答啊，因為佢好中意，好中意打危險啊，係啦，好，我哋嚟噶啦喎 ，OK， 第一條，約會像是為分享到飽肚之味，係 ，Judas， 你們我們，哦，真係犀利。你哋兩位可唔可以有少少喐動啊？我咪諗下咧，佢應該好高分，我哋兩個夾埋啲分對佢。咁我實輸啦，咁我實輸。但係輸一齊。輸咗有罰有懲罰㗎，你哋認真啲好唔好啊？你哋頭先好認真㗎，你哋係凍結咗咁樣喺度啊？咁睇下 Judas 表演咁樣。好嚟，第二題。原來你這樣珍惜我，從前在熱戀中都未聽講過。喂，勁喎，之前。想想先喂五秒啊四啊四三你可以補答就唔使你去㗎一喂我識唱你識要去歌詞喺個歌名度啊好我就回去別引出我淚水係楊千嬅係係啊跟住咧名咧可啱可惜我是水瓶座好嘢細路哥加油啊多謝曬你提我要加油好第三條情緒或高或低，如此詭秘。係，知未？陳奕迅係乜嘢咧？加油努力，三個字啊！記得咗三個字，我都可以補答噶。我係你三隻字，三隻字，三隻字，對唔住，我係你，我知道，錯，我記得，我記得。點啊？係啦，好答就係黑澤明。哦耶！你係咪一早知㗎？其實好想答咯，但係讓我哋啊，我意思咁啊，諗耐咗先知咋。佢喺度望住我哋，睇我哋停未？係咯，舉手。唔好讓佢。即係好有禮貌。好，第四條，
我會讓新人嘅喎。嗱，國語唔會讓任何人嘅。好，國語國語，但我唔會講國語啊。啱啦。也許我一直害怕有答案，也許愛靜靜在風裡打轉。馮立葵仲米米仔。泰文嚟嘅喎。誒 ，tips。係。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知之亦過，係啦，好嘢，犀利，鼓勵我。係咪一講普通話啫？知啊，黑馬，好好標準啊。不過可以唔使嗌咁大聲啊，嚇親，嚇親啫，係啩？好，第五條，喜歡你，我最清楚這感覺。喂，想你，哇，勁喎，係，鄭伊健，係，跟住咧，加油，努力。一二三四，系咪六個字？六個字啊，系啊系啊，哎，咪俾我答啦，你答啦。我跟住之後，我又會答錯。我記唔到歌名啊，突然間。一生有愛你一個。啊，唔係，我都話錯啦。爭一個字，爭一個字，爭一個字，佢加油！一生咩啊？想你一生。唔係，你唔好唱嗰段歌詞出嚟啊！冇想你嘅，冇想你嘅，係啊係啊。一生愛你一個。哎呀，啱啊！講咩？你啱啱多個也字啊！哎，恭喜你啊！總算有分啦。好，第六题，第六题，第六题。好，炸到脑部缺氧，震到放下智商。咦，我唱到出嚟咁喎。诶，应该知喎，谁对谁有意思，谁攻谁大有志。系 ，Jenny， 陈伟霆系大子。哦，好而家。好啦，我哋已经完咗呢个游戏啦。冇错啊，咁即系又系呢个阿细路哥哥，你输咗啦，恭喜晒啊！咁而家咧。講一個好魚嘅秘密咧，俾觀眾聽就 OK 啦。我人生都真係冇乜魚嘢，但我聽到頭先 Jenny 話佢有啲魚嘢，你可唔可以幫我代我講我嘅魚嘢？喂，咁樣拍你咪係咁樣交俾你，你 O 唔 OK 啊？都有嘅，大把應該。但係我嗰啲魚嘢都係關武記性事嘅，即係例如可能啊，我曾經嗌一個公司嘅高層嘅名咧，嗌錯咗成年幾兩年，佢冇提示你嘅。佢叫 Felix 啊，但係我係咁嗌佢 Phoebe。Philip 啊，仲要有一次我係大 canteen， 即係大概有二三百人喺度，好大聲啊，好大聲啊 ，Philip 咁。嗱，你經過今次嘅教訓之後，希望你咧以後唔好再嗌錯人嘅名，就算係咧細聲啲都 OK 噶啦。好啦 ，thank you 曬 ，thank you 曬咁多位咧上嚟我哋樂室嚟同我哋傾偈同埋分享你哋嘅音樂啊！冇錯，最後送翻首超級勁歌推介俾大家，下集樂室嚟再見，拜拜。街头歌手出身的 Judas， 就算面对咁炎热嘅天气，都好轻松咁一口气唱出自己嘅两首作品。席间佢仲走到台下，同大批歌迷近距离接触添啊！为你写故事，人脉角色片段，全情压抑，轻刻被停顿，断了不知傻子。暗中编写美丽故事，嘴巴却无言，内心都可满意。新歌发布会，见到过百名粉丝以及父母到场支持 ，Judas 演唱时都零舍投入啊！Judas 终于正式由街头歌手摇身成为乐坛新力军，他
佢仲讲明会参与年底嘅乐坛颁奖礼添。对于自己嘅歌手梦终于成真，佢都觉得好似发梦咁啊！好梦幻啊，觉得同以前真系好唔同。我终于可以大大声同大家讲，我系一位歌手。系，有冇话即系下一个 step 同公司商量下，即系会想点样去发展你嘅事业噶？其实咧谂住都系做创作歌曲啦，咁跟住之后可能睇下有冇机会出碟啦，今年。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Judas 虽然啱啱出道，只不过做了四年街头歌手，都为他吸纳了不少粉丝。除了本地 fans 之外，估不到远在大马都有他的忠实拥趸啊！知道你除了香港之外，之前你都去到可能东南亚、马来西亚搞 fans meeting， 那边嗰个反应系点嘅？马来西亚那边的朋友仔反应都很好噶，佢哋就香港的朋友仔会热情啲，因为可能多啲见啦，系啦，嗰边咧就见得少啲，佢哋比较慢热啲，但系佢哋都嗰个支持度系相当强咯。有冇机会去另外一啲唔同嘅地方去搞 fans meeting？ 我希望可以啦，咁就最紧要唱好自己歌先啦。咁如果越嚟越多人去留意或者喜欢嘅话咧，咁就可以周围去噶啦。